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737页，从第三行看起啊，第三行课题。发心专念，请看经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颗经文，一个废字都没有啊，16个字。这16个字，我们看注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为全经之纲宗。纲是纲领、纲要，宗是宗旨，也就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们要修净土，怎么样才能够往生？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品位？就在这三句。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啊，小本阿弥陀经怎样修行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在先前这个社会，全球都不安定。啊，灾难的信息几乎每一天都有。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佛法，能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一部经典集注，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了。真心切愿，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求生净土。我们的信心坚定，不会动摇，不会退转，不会改变，这叫真心。啊，一心一意只求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没有杂念，这就是真实无上菩提心。将来往生净土，决定是上辈往生。啊，不敢说上品上生。我们敢说是上辈，上辈就是上三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个成就无比的殊胜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决定不能够疏忽。
本住，这是念老的注解，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这大小本的宗旨相同。信愿就是观经当中的三心，至诚心、身心、回向法缘心。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早晚叩诵拜佛，是拜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念佛加这一句，啊，念的时候不必加，拜的时候可以加。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拜下去。啊，拜下去，起来是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拜下去。啊，这一句名号一拜，非常踏实。我念佛，拜佛。不为别的，只为求生净土。用的心是真诚心、身心，身心就是求生净土的心。回向发愿的心。佛在经论上常常告诉我们，回向三处，不为自己。啊，回向菩提，菩提是智慧，我学佛求智慧。第二了，回向众生，第三回向实际，啊，我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不为自己，这回向众生。回向众生的心里头一定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用自己的真诚恭敬，还要求佛菩萨加持啊，回向实际，这是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回归自性。据四帖书的意思，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说的，善导大师的意思。第一个，至诚心者，真实心也。善导大师常常教导一切大众，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要能做到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啊，我们用真诚心、真实心生活、
处事待人接物，这是菩提心的体。下面两个是菩提心的作用，身心是自受用，就是以真实心对待自己。身心者，身性心也。身心有耳，第一个，决定身心，自身现前确实是罪恶生死反复，无量劫来常莫常流转呢、在这个六道里头做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的缘。头一个要相信自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呢，决定身心，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对这桩事情不怀疑，没有顾虑。真诚信受，诚彼愿力，定得往生。我们顺从佛的愿力，信愿持名，决定往生净土。第三个回向，回向发愿心，从真实身心心中，以所有一切善根回向，愿生彼国。我们心里面需求的智慧、福德、普度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做是正善缘，都要依靠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的愿是空的，是不能实现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愿就是真的，我们有能力兑现，我们统统能做到，所以一定要愿生彼国。那么由上可见呢，要解所谓的心愿，就是观经上讲的三心，三心就是菩提心，观经之三心，即本经中菩提心。故知精进之发菩提心呢，就是要解里面所说的心愿。又一项转念，就是持名。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
由于阿弥陀经大小二本，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完全相同。啊，一部经细说六说，六说是弥陀经，细说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这两部经呢，同一个宗旨。啊，这个地方也说得很好，两经之宗啊，摄因一致啊，同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持信愿持名。啊，在本经上说，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是一个意思。发菩提心，以详述于明宗章中，自不多赘。啊，前面在概要里头把发菩提心呢讲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仅再从安乐集中论菩提心部分录取素则，以便参会。参是参考，会是合会，会通的意思。安乐集一度失传，意思就是失传了，乃道卓大师所传，所论甚为精要。啊，下面揭露原文，并稍注释前身记忆。道卓大师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讲得非常精彩。第一，显菩提心之功用。为什么要强调发心？四十八愿，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可是第十九愿呢，就说发菩提心。啊，这个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菩提心，念佛不能往生。有菩提心，不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这两个缺一个都不行。大经云，这里所举的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啊，大本梵语往生净土要许发菩提心为源，源是根源源头啊，许是必须，必须要发菩提心啊，云何这两个字，就是现在所说的为什么，这是个问号。啊，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菩提者，乃是无上佛道之名。
无上正等正觉，这叫菩提。若于发心作佛，你现在想作佛，这个作佛的心就是菩提心。这个心广大，周边法界，所以发菩提心是把心量拓开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只想到自己，心胸啊，太狭窄了，太小了。这种小心量，实在讲，救自己都救不了。为什么？你造的业很广、很大、很深，小心量救不了自己。那我发大心量行吗？行。为什么？大心量是你本来的心量，只是你自己现在迷失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每个人心量都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不是佛专利，一切众生皆有。你为什么变成这么小的心量？这个事情要怪自己，不能怪别人了。你本来的心量大了，你要恢复。菩提是脱开心量。所以这个心周边法界。我们看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就知道了，宇宙万物生命，我从哪里来的？还原观上讲得非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佛说，最初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是没有三世；一念不觉，也没有空间。一念，这个一念我们也不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起个念头，自己知道动了什么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念头聚集、纠缠在一起，变成一个粗念，让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念头，微细感觉不到，微细到这么什么程度？那是我们平常常说的，一秒钟
1600兆个微细念头，一个微细念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的电影是幻灯片构成的，它的速度就是频率是24分之1秒。我们看看电影，就好像是很真的一样的，24分之1秒。24分之1秒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是一秒，24分之1秒，大概我们看到会有感觉，有个东西晃了一下，但是不清楚，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它太快了。但是有个感觉，有个东西出现了，1600兆分之1秒。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出来，也没有感觉，这它实在太快了。这是事实真相啊！现代科学的仪器非常先进啊，居然在仪器里头能够侦测到1000兆分之1秒，这是用科学最先进的仪器能够探测到的，肉眼是绝对没办法，这个就是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立刻就产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从真心里头，真心是自性，从真心里面就现出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就是阿赖耶，妄心是依真心而起来的，没有真心就没有妄心。所以真妄不能够离开，离开妄有真，离开真没有妄。所以真的就是真的，妄的就是妄的。这境界从哪来的呢？境界全是从妄心里头产生出来。实际上妄心是把真心里面的德能把它变质了。真心里面有智慧，把智慧变成烦恼。它会把它变质。把德能变成分别之主，把相好，原来的相好是十宝庄严土啊，是一真法界，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啊，所以心能现呢，识它能变，如果没有识呢，就不变了。那就永远显现出来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实的作用，所以它永远没有变化。一切万物都是永恒的。
啊，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没有四季，四季又变化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退变化嘛。啊，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没有变化。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也就是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人在用心意识了，就是没有用妄心，全是用真心。啊，真心是发性身。啊，真土是发性土。啊，是清净，是绝对没有染污的，是平等的，绝对没有高下。啊，一切万物微妙殊胜的。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么菩提心是往生净土的根源、根本、固执。若不发此心，纵然勤修，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终不能往生也。你没有发心，没有心愿，佛号念得再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没有源头的水，没有本的树木，它怎么能生长？长江黄河，它有源头啊，没有那个源，怎么可能有江湖？念佛不能往生，多半都是没有发大心。不能放下。原因在此地啊，真发大心就能放下。云何以下深明其意？啊，把这个意思说清楚，说明白。啊，盖菩提者，什么叫菩提？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叫觉也。无上觉呢，就是佛了。是故，菩提皆是无上佛道之名啊，这把名词术语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不发菩提心怎么能成无上道？就发心作佛，即是发起誓心作佛，誓心誓佛之心，这真重要啊！誓心誓佛，意思就是你本来是佛，现在你发菩提心，就是发心作佛，
本来是佛，现在又发心作佛，当然能够满愿。啊，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盖能发如是心者，看，本来是佛，此作佛之心呢，即本来是佛之心，故下面接着说，此心广大了，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摄虚，虚是虚空，就十方的意思。究竟呢，是究竟真迹，穷尽法缘。无论是世间法，无论是佛法，这法从哪来的？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出世间法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心。啊，所以天台智者大师所说的摄尘观法，那是天台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十种修法。第一种，观不思议境，这境界。不思议境界是什么？就是佛法跟世间法。佛法不可思议，世间法也不可思议。啊，不思议境界，无论是佛法是世法，把它归纳起来，因为法无量无边呐，无尽无数啊。啊，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二法两种，色心二法。色是物质，心是意念，是精神现象。啊，佛法把它分为四种：受、想、行、识。这属于心法。啊，受是你有感受，有苦乐忧喜舍的感受。啊，想，你有妄想，你有思想，你可以想过去，你可以想未来。凡所想象，皆是虚妄。所以你有妄想，行是你的感受跟妄想啊，它不会停住，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相续相啊，也不是真的相续相，而是相似相续相，好像是相续啊，并不是完全。啊，第四个识，识的作用是什么？识是前面受想行的本体，受想行都从它生出来的。它什么？它是受想行的根，是受想行的源头。啊，这源头到底是什么呢？识，
佛法上用这个名词叫识，啊，受想行识。啊，我们讲的粗一点，大致上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记忆，你看，你看的东西，看过的，你听过的，你能够记得。我能记得昨天的事情，我能记得去年的事情，我能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啊，这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有个资料库，啊，见色闻声，啊，吃到的好的味道，闻到好的香，都能够记住。啊，记住里头有善有恶，很复杂，通通在这个里头。所以色等于是资料库，等于是个仓库，哎，什么玩意全在里头。啊，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假的。自心里头没有啊，就真心里头没有，妄心里头有。真心全是限量，妄心呢，三量具足，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啊，限量是六尘落些银子。啊，这是限量。你真的看见，真的听见，记在心里。啊，鼻量呢？鼻量没有看见，腿响。啊，是不是墙？隔着一堵墙。看到墙外面有烟冒出来了，会想到底下有人在烧火，这是你没看见，这叫鼻量。啊，非量呢？非量呢是你的幻想，根本没这个事实。啊，譬如佛经上讲的龟毛透脚，啊，兔子。你想它长了两个脚，它根本没这回事情。啊，乌龟啊，壳上长了毛，这也是没这回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幻想，这种想象叫非量。啊，那么这些它统统都有啊，这有真有假了。啊，阿赖耶识东西就太多太复杂了。我们的心呢，全被染污了。啊，佛教我们把这个全放下。啊，美国修兰博士告诉我们，把记忆，啊，就是阿赖耶识的记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就是说是善的还是恶的。统统把它清除掉，恢复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会起很大的作用。啊，他替别人治病这个原理就在这里，完全是清净心。啊，先把自己的记忆清除掉，让心回归到清净。用清净心来观想，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再用清净平等心调养自己，自己这个病症调养好了，对方就好了。他用这个方法，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也不要吃药，也不要打针。
啊，他就能调养好。啊，他治好几千人了，效果卓著啊！啊，今年来看我，我问他多大年岁，73岁，非常难得。啊，这个方法人人可以学得到。啊，最难的一个难题就是你把你自己心里头记忆的了，好的记忆、不好的记忆，统统把它清除掉。啊，这个事情比较困难，可是对我们学佛人来讲，不难。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的人呢，通通清除掉很难。我们学佛的人可以把它换掉，换容易。我们把我们的记忆，无论是善的，是不善的，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让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其他的恶念没有，善念也没有。这个方法产生医疗的效果一定比秀兰博士还要殊胜，为什么？真有阿弥陀佛加持啊！这是在我想象当中说会比他更殊胜我们做得到啊，这不是做不到啊！啊，一心专注，这是他们的术语。啊，一心专注，这个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啊，这个能量会帮助我们治愈一切病痛，什么病都能治。啊，那从这个理论上，让我们立刻就能够体会到，佛菩萨为什么不生病？啊，除非他做示现，他装的。啊，他要不是示现的话，永远不生病。原因是他们的心清净。啊。善恶念头统统没有，他就不生病啊。我们的心里头还有善恶念头啊，这就是病根啊，这就是病源啊。啊，清除掉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本来是佛，阿弥陀佛就是本来佛的名号啊。我们心里头只保持这一尊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清除出去啊，自己身心健康。这个时候才真正能帮助别人，自度而后就能度他，自己没得度要度别人，无有是处，这没有这种道理。啊，这究竟两个字用得好。穷尽法缘，常缘呢，名
即真常。啊，这是显明即净。啊，即是真的，即是常的，常是永恒不变，真是真实，不是虚妄。啊，即是什么？即就是清净平等心，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不动的。大乘经上，佛常说，真心立念，就是说，真心没有妄念。换一句话说，有念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念佛的人要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真心。啊，念到一心不乱，实际上就成佛了。因为一心不乱跟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禅宗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净宗的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用念佛法门修明心见性，比禅宗参究来得稳当，也来得快速。因为宗门是要立一切相，这立相很难。啊，净宗是直方列相，它有相，它不是没有相，不是立相，它是建立一个相。你看，它有极乐世界，它有阿弥陀佛，这都是相，这就容易多了啊！啊，永离生灭，生灭的现象完全没有了。生灭是阿赖耶，这个意思就是自自然然转八识成四智，是你不知不觉地转过来了。一切大乘菩萨他们是有为有作把它转过来，净宗靠这句佛号无为无作的也转出来了，也转过来了。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让你不知不觉烦恼断了，业障消了。啊，前五识转成尘所所知，阿赖耶转成大圆净智。啊，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的。这是净土法门的微妙之处啊。
只要我们真心切愿一想转念，就成功了。啊，这八个字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啊，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果然真心真愿，一向专念的，给诸说灾难就没有了。众生有灾难，你没有灾难了。为什么你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灾难与你不相干了。啊，如果有很多人在一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集体的意识，这个力量就非常之大。集体意识可以令这一个地区灾难减轻。啊，那就不但帮助自己，帮助许多苦难众生。啊，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集体。啊，所以灾难现前的时候，有信息传递，提供给我们。啊，让我们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念佛，在一起诵经，这个能量非常大。啊，最好是念佛。古大德有所说的，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佛号最简单，最容易实行。经不容易实行，啊，不如咒，咒短了，但是咒也很长，比起佛号，佛号是更短，四个字。阿弥陀佛了，非常容易实行。普被具足一切无欠无余也，具备普被就是圆满的意思，是如是之心，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便能清净无始以来生死如鱼诸有沉沦。这个心一发，清净无始以来，这从实践上说，无始以来我们造的生死，这是果报啊，诸有这是业因啊，我们造作六道轮回这些业因果报啊，通通都能够断尽，
情是很快啊，一时就能把它断尽。无始劫到现在，这个功德真的不可思议。更以功德回向菩提，定能上证佛果，所有功德绝不唐捐呐。啊，唐捐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是白费了，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绝不唐捐，这就是这功德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啊，无有损失与消灭。啊，念佛这个功德，消尽业障，断尽烦恼，功德没有消失，功德绝不消灭。道卓大师赐予，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情见，微妙难思啊！真的不是假的啊！道卓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这么肯定，斩钉截铁。我们深深相信，这是极乐世界上上品的大德了。极乐世界上上品是十地菩萨，是等觉菩萨。不是普通人呐。自言密宗菩提心论以为作证啊，道卓大师这个开始密宗菩提心论里头有也有这个说法。论语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菩萨功德故，若修真出现，则为一切导师啊。若归本，则是密言国土，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菩提心是真心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迷了啊。知道菩提心有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不用真心？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求诸己，菩提心人人皆有啊，个个不无啊。菩萨都用上了，为什么我们不会用？我们要用虚情假意待人接物，为什么不能用真实心？那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在知道不迟。
永远都不止。只要一口气没断，那个时候知道了也不迟。为什么？正发菩提心，圆满的菩提心，一念十念必定往生。生什么品位？上上品往生。为什么？你这一句名号从真实心中出来。啊，证明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种成就比禅宗还高啊！真正不可思议。无上无等，最极深妙的法门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所以这个三品经。诸佛赞叹，三悲往生，往生真言，23、24、25这三品，我们得了无比的欢喜，可以把它定个简单的名称，上品上生，我有份呐。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从现在起，我就是真实性，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我就用真实性，用身心，用回向发愿心。啊，怎么个用法？就依照偶业大师的教诲，我真信，我真愿，我真念佛。啊，我活在这个世间，活一天，我是为往生极乐世界而活的。我的工作是为往生极乐世界。我对一切人事物都是为了到极乐世界，不为别的。啊，哪有不能去的道理啊？啊，所以说，若修正出现，菩提心真出来了。真用真的，不用假的了，则为一切道师。不但自己成就了，可以教别人了。啊，导师指导别人正确的方向，成佛的方向，啊，成佛的道路，这个人叫导师。啊，不再走弯路了，不再走冤枉路了。啊，若归本呢？归本就是回归极乐世界，密宗的密因国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说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法。这一句是形容你得大自在呀！啊，
一切佛事，佛事是觉悟众生的事业，叫做佛事，帮助一切众生断疑生信，是佛事。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佛事。帮助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这都是佛事。菩提心之功用啊，言可思议。言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出菩提明体者，这要跟我们细说。菩提的明，菩提的体是什么？然菩提有三种。一者化身菩提，二者报身菩提，三者呢化身菩提。那再给我们细数。一化身菩提者，所谓真如实相第一空，自信清净，体悟慧然，离除天真，不加修成，名为法身。佛体道本，名曰菩提。那么这先给我们说报身菩提。这个法身菩提，法身菩提，大乘经上常说的真如，真如就是法身菩提。说实相，实相也是法身菩提。说地一空，地一空还是法身菩提。自心清净，自心没有慧然，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染污。所以它是清净的。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他开悟了，开悟是说他认识了。真相他明白了，明白同时他就证得了，他自己就入了这个境界，所以他能说得那么清楚，说得那么明白，自信有没有染污？没有。因为没有染污才叫他做清净。清净跟体无染污是一桩事情。离除天真，他没有造作，
这个意思是它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在佛法里头还不说自然，因为自然在印度，印度有几种宗教都认为这个宇宙是自然的，自然而有的。我们初听觉得也很有道理，很不错，说得很高。可是佛说，自然跟因缘是对立的，自然的反面是因缘。非因非缘，这叫自然。自性没有对立，所以佛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法而入实，比自然还要自然。法就是这眼前的法，本来就是这样。不能说自然。说自然的时候，自然对面有因缘，它不能对立，没有对立的。所以法而如是的意思，比自然还要深。这离除天真，就是法而如是天是天然，真是真实，它不是假的。不加修成，需不需要修呢？不需要，它本来就是修什么？法身不是修成的，它永远存在，不生不灭，只是我们眼前迷了它了，它就在眼前呢。迷了不认识所以我们不得这其用发生的功用我们没得到迷失不是真的失掉那觉悟呢觉悟它就现前我们今天凭自己能力来觉悟不可能，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我们今天凭什么觉悟呢？凭听佛的教诲。今天就是佛的教诲。当年在世，把这些事情讲给大家听。我们听了，恍然觉悟了。虽然是觉悟了，我们烦恼习气没放下，所以不得其用。法身菩提里头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我们现在通通都不能得其用。我们知道了不能得其用，这什么原因？障碍没放下。什么是障碍呢？见思烦恼是障碍，尘沙烦恼是障碍，无明烦恼是障碍。这三种障碍在《华严经》上用另外一个名词。《华严经》上佛说，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这三种障碍。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名词不一样，说的是一桩事情。我们把这两种说法合起来，意思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如何断见思烦恼？啊，不用这个见思烦恼了，不执着，见思烦恼就没有。啊，无论什么事情，事发出事发都不要执着。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果还不容易体会，我们就常常想着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的事实真相。啊，认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自然就不会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真心的，起心动念是妄心的。用真心的人是佛，用妄心的人是凡夫。凡夫跟佛就在一念之间。啊，我要学佛，我希望用佛，用真心。真心立念，没有念头。啊，立念不容易。说得很容易，真做就非常非常艰难，所以阿弥陀佛用个巧妙的方法，啊，你念头不能没有，只许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个可以。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不起心不动念，用这个来代替。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就是十报土上品上身的菩萨。啊，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心里头用一句佛号，这个可以做到。它的作用，它的效果等于不起心不动念，有这种功德。啊，我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努力认真的学习，啊，我们才真正有把握，这一生当中决定上上品往生。啊，这不是假的。
有理论根据，也有事实证明。啊，所以这个不用修正。啊，佛体道本，佛之体是自心清净心。啊，道的根本就是诸法实相，真相啊，名曰菩提，菩提是一个总名，啊，真如是菩提，法身是菩提，实相是菩提，啊，这里的所说的每一句都是菩提，叫法身。菩提，从理上讲的，从体上讲的，从根源上讲的，啊，那么再看报身菩提，备修万恨呐，能感报佛之果，一果酬因呐，名曰报身。圆通无碍，名曰菩提。啊，前面一个佛体道本的名曰菩提，在报身呢，这是圆通无碍，这叫菩提。菩提有这三个名字：佛体道本、圆通无碍。后面还有个业我源头，那么说发菩提心，这三个意思统统具足啊，有体有相有用，啊，佛体道本是讲的体，圆通无碍是讲的相，业识利益物识十法界众生，啊，利益十法界众生没有障碍，这是作用。啊，你看菩提，体相作用。报身，这时有修了，备修万恨，大乘教常讲六度万恨，六度展开84000心门，啊，十法界展开也是84000法门，啊，归纳起来就是六度摄善呐，我们用真诚心，用恭敬心，怎样把六度摄善展开为84000法门，为无量法门，为无尽的法门，用真心就展开了。为什么？真心没有边际，真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叫圆满的菩提心。啊，《华严经》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一法就是一切法。啊，修布施一法，原修一切法。修持戒一法也是原修一切法。为什么？一里头有一切，一切里头有一。四十八愿，一愿里头有其他四十七愿，一愿都不少，愿愿圆满具足。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只要用一切法，所有一切法都圆满含摄其中，这一切法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道理要晓得，隋唐时代中外祖师大德啊，外国这周边的啊，韩国、日本、琉球啊，南洋这些国家，聪明、俊杰都到中国来留学。回国出去，回国之后都是祖师大德了。啊，这些人真的个个都了不得。啊，他们共同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哪一部经能够代表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讨论到最后，结果大家共同肯定认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称华严为根本法论，一称圆教啊，好像华严一棵树一样，它是根。其他的呢，这些经教呢，都是从这个根生出来的枝叶花果，都只有个根生的啊，称它为根，称它为本。啊，这一个代表找出来了，华严呢。啊，华严经里面讲无量法门呐，无量法门太多了，对初学不方便的。于是，世尊把无量法门，把它归纳为2000法门。啊，那是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清凉大师分全经为四分：信戒行证。啊，行就是入法界品，一品经5卷，里面2000法门。
可是到最后呢，这两句话归到哪里去了？华严幕后五十三参啊，最后一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都归极乐。华严到最后归净土了，就是归无量寿了。啊，这一说法的时候呢，无量寿经又在华严之上了，华严最后是归到无量寿。啊，这也是这一些大德们承认的，华严法华楞严通通归无量寿。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这是讲修行法门。啊，最后以两个为代表做总结，就是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都归了净土了。啊，那净土我们今天展开这部经，这一部经里头四十八品，哪一品是最重要的？能够代表全经的啊，这些大家公认的第六品呢、啊？第六品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的啊，原本是阿弥陀佛自己说，这最重要的了。这净土的来源呢，净土的源头啊，四十八愿里头，这四十八条哪一条最重要？这是隋唐大德已经说清楚了，第十八愿。十八愿讲什么呢？十念必生，归到这一句名号。啊，所以四十八愿归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阿弥陀佛的功德。多大呢？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把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如来一切经教统统归在这一点。这一点是佛法的根，是佛法的源头啊！一切诸佛从这个根流出来，一切经教也从这个根流出来的。于是我们才能把它名号功德认识清楚啊。这一句名号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就是一切法门，一个都不漏啊。所以念一声阿弥陀佛，灭八十一切生死重罪。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古大德告诉我们，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号。这一声佛号全都在里头了。啊，这是讲到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没有真正认真去念它，不知道功德了，不晓得。真正晓得的时候，对，一天到晚挂在口上
决定不会离开。啊，所以我常说，我们看到一些乡下阿公阿婆，一天到晚拿个竹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不得了啊！啊，这些阿公阿婆都是人家瞧不起，没有人重视他。啊，我明白了。我了解，这些阿公阿婆将来他们往生都是上辈往生，啊，品位之高啊，我们无法想象。啊，欧益大师讲的这个信愿持名，他圆满做到。啊，他念念当中，缘修缘证，哪个能比上他？地仙法师一个专念阿弥陀佛的徒弟，郭鲁匠。啊，往生的时候，地老给他办后事，对他赞叹。啊，今天这个时间，弘宗严教的大善知识，啊，弘宗说弘扬禅宗，严教是讲经说法的。没有一个比得上你啊。啊，名山，古寺，方丈住持，这些大德，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啊，你这个3年。上上品往生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生受苦受难，40多岁了。找到地仙法师，啊，跟地仙法师有缘，他们同一个村庄，小时候的玩伴，啊，跟地老出家，啊，地老找了一个破庙给他住，这个庙废弃的，没人住的，小庙。啊，他有安身之处了。啊，吃穿不着不愁了。啊，有几个居士供养他。啊，有吃有穿，啊，有个破庙可以安身。啊，不要每一天到外头去流浪了。啊，念了就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呢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他真听话，不分昼夜，什么时候念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念3年，欲知是知啊。往生的前一天，他进城去了，是住在乡下了，到城里去看看亲戚朋友，那什么呢？
告别了。啊，他也没说，啊，秦琼文也不知道，见最后一次面，那个用意很深呐、啊。他往生之后，朋友都知道了，啊，都会念佛了，看到的这还得了。啊，晚上回去照顾他的老太婆，啊，给他烧饭的。他跟老太婆说：“明天不要烧饭了。”啊，老太婆很奇怪，今天师父进城看朋友，可能明天还有人请客，请他吃饭。嗯，明天不要烧饭了。到中午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已然到庙里来看他，啊，到庙里来，没有看到人，喊师父没人答应，啊，结果在佛堂里面看见，他站在佛像面前，手里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往生走了。这老太太吓到了，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从来没见过啊！啊，赶快通知乡村里头学佛的，还有几个居士，啊，告诉他，师父走了，站着走的，大家都来看。看了之后怎么办？立刻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啊，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和尚，请老和尚来处理。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啊，走路啊，啊，走到关中寺一天，把这个信息告诉他，老和尚那边事情交代下，赶紧过来，来回三天。他站了三天，啊，站着往生，我们听说过，也有人见过。站着三天很少，啊，地下老和尚对他的赞叹。是真的，不是假的。郭罗匠的表法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有极乐世界，真往生了。往生的品位不是下辈呀，下辈哪有这种瑞相啊？老和尚的赞叹。我们明了啊，上上品往生了 啊一个吃尽苦头的一个锅炉匠，念佛三年啊，这样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啊，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有不认识字的好处，他要认识字的话，我不可能有这个成就。啊，认识字学讲经当法师一样，顶多像地仙和尚这个成就。啊，地仙老和尚成就不如他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不容易啊。所以备修万恨，能感报佛之果啊，能感的报身佛的果报啊，以果酬因，名曰报身啊，
这样的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感得阿弥陀佛的报身出现。阿弥陀佛有法身，法身在常寂光。啊，在十报图现身，是报身佛。在同居图、方便图现身的是应身佛。啊，这是佛的三身呢。但是，佛的应身、化身，跟报身的相完全相同。这又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是应身呐、应身是32相80正好，不是像报身那样的，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同居土现的身，样子跟报身一样。啊，这些在在处处显示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应该要知道，应当要学习这个语言，遇到啊真不容易，遇到净土的人很多把净土里头的境界认识得很清楚的人不多，把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能讲清楚的人也不多。你要不是真的搞清楚，真的搞明白了，那个沉静心生不起来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才真正肯万缘放下。为什么？我万缘放下，就是什么都得到了。得到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你什么都得到了，你一样都不缺。你要把名号收获了，去搞其他的东西，你得到都是有局限的，都是部分的，没有把全体得到。啊，这就好比这棵树，你把树根找到了，你全得到了。你要是我找这个枝，我找那个叶，我找这一片，找那一片，统统是局限的，不是圆满的。找到根就圆满了。阿弥陀佛是树根，能生万法，能生诸佛，这还得了吗？这个功德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搞清楚，你搞明白，你是何等的福报，你是什么样的善根，都不能比啊。我们今天能搞清楚，感谢华严法华楞严般若啊，感谢夏老的慧集，感谢黄念老的脊柱，感谢
近代科学家他们的成就的报告，汇合起来，我们的信心升起来了，不再怀疑了，不再走弯路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